大家对罗时丰大哥最深的印象应该就是那个广告干爸对咳嗽用思思比赛比眼用思思因为那广告非常多的版本对不对你说版本好像有两个版本好像有到我这边好像第四个人唱过、四个版本最早是诸葛亮大哥嘛朱大哥，然后好像后来谢金燕，他是廖伟凡，廖伟凡大哥，然后后来我，你是第四个版本。那我后来中间好像有两个版本，然后那个打棒球的高中生、国中生干嘛用？拖这么长啊？然后后来他们又回头又播放什么的。这算是您好像有人称呼你是最长青史上最长青的广告代言人2003年拍的嘛到现在14年对14年哦是所以其实说真的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广告因为很多朋友说的不认识我就说年轻一辈的或者是小孩子他们其实搞不好都不知道我是谁或者甚至也没有不知道说我有出过唱片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广告进而的知道有我这个人是